报告，女子甲组单打第三名和部击打林明君。恭请中华民国羽球协会副理事长林明杰副理事长为选手颁奖。女子甲组单打第二名，和部北师大江美惠。恭请中华民国羽球协会副理事长林明杰副理事长为选手颁奖。恭喜以上得奖选手，并感谢林明杰副理事长。竞赛组报告：10:20赛程，女乙双雅国雄州张燕婷、曾雨琪。雅国雄州廖佩静、邱子怡，体质第四场地。